各位嘉宾，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107年12月初五，永丰农联合船队2018年度北海东区海上竞赛，继续来进行咱正关第三关。咱感谢各位喜爱赛跑运动好朋友准时来收看现场转播。来，咱边啊这位是咱永丰农联合船队的总指挥赵先生同款随顺来监督。各位嘉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永丰农海上联合船队，今放107年12月初五，和当季北海海上竞赛一礼拜两关赛，今日正关第三关比赛，祝各位嘉宾大家拢安踏，感谢电视机前各位嘉宾，透早收看现场的实况转播，谢谢。好，咱感谢咱总指挥哦。好，来，咱下面先来报告咱本馆的基本资料和天气。咱合顺轮从中午1:30由基隆港来出发，一路上乘风破浪，咱到现在6:30来到咱的目的地。本馆风高地经纬度东经是123.08°，北纬是26.54°，空中距离到基隆火车站大约是240公里，咱比第二关差不多30公里左右。来，下面就来报告咱本馆风高地天气。咱今仔风高地天气分量有较济咱今仔太阳公公有落雷佮叫乌云炸咧即摆有一点有一点点落雷天面咱天面同款正光正好今天的气候是晴多云晴多云，风向是东北风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有6级风力有6级，硬是中硬，能见度因为今天乌云较济所以咱的能见度有较差些寡有伫12公里左右。风高地现在气温19度。海水温度是23度，这是咱现在风较低天气。好，来下面来看风向图。东南西北，今仔是东边甲北边头来风东北风，风力风力未到偌细有6级，这是咱台湾岛比赛甲要规范。是顺风飞，空中距离咱到基隆火车站大约是240公里咱比第二关远30公里左右。咱今日风到第一道东北风，甲咱第二关是同款的风势。比赛甲目标规范是顺风飞，咱第二关的风势透这个风势，咱的规范力非常的好，希望咱的比赛甲会当乘胜追击继续来创造佳绩。今仔是东北风，风力6级，比赛甲要飞是顺风飞。船长，谢谢。下面来看何顺的卫星定位，准现在位置。好，来，画面上所看到是咱何顺的卫星定位。来，咱即卖先来看咱的经纬度来，顶管做数据是北纬，现在是26.56°。咱正确位置是26度54分。咱纬度差小可下面即撮是东经，现在是123.09°。咱正确位置是123.08°。咱同款经度同款差小可咱现在时间是7:05，咱有差不多7:15至18分，会来到咱正确风高点。准现在位置，所来的时间咱就先来报上咱本馆国会严风调所头的过程，先和各位教育来欣赏来了解。咱若准到点咱个进入现场。大家好，咱107年
十二月初五日，咱今日北海正馆第五馆，现在要来验咱的风调河马，我们一个教友互来欣赏，互咱位桃园中山会，互咱请桃园中山会教友，互请咱详细看下，甲咱的风调河马，来看第一条，空一五二一六，好完整哦。我来看第二条的河马，空一五二一五，好完整。我来看第三条的河马，空一五二一四，好完整。哦，咱只桃园中山会吼，迄甲面吼，你来详细看吼，啊，这是后壁面吼，哦，后壁面的风调河马吼，请每一个甲面看好详细吼，来，空一五二一三，好完整吼。哦，咱来请主红的甲面，哦，请你来详细看恁来甲咱的风调河马，请每一个甲面，哦，咱来看好详细吼。啊，第一条，空二一三八三，好完整吼。我来看第二条号码，空二一三八二，哦，完整吼。哦，咱来请永靖中山海上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下甲咱的风调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详细吼。啊，第一条，空一七六四二，哦，完整。我来看第二条，空一七六四三，哦，完整。好，咱来请闽雄第一支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你来甲咱个风调号码，九四五七五八，哦，完整。我来看第二条，九四五七五七，哦，完整。我来看第三条个号码，九四五七五六，哦，完整。我来看最后一条号码，九四五七五九，哦，完整。哦，咱来请嘉南海上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九四七二八二，哦，完整。我来看第二条，九四七二八一，哦，完整。哦，咱来请赤同海上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第一条，空二一七空一，好完整。哦，这后边教友签名哈，请教友看好详细哈。我来看第二条号码，空二一七空一，好完整。哦，这后边有教友签名哈，哦，拢完整啊哈。我来请新中来的教友，哦，请你详细看下教咱个风调号码，发第一条，空二一一六六。好，完整。第二条，空二一一六七，好，完整。第三条，空二一一六八，好，完整。好，来看最后一条号码，空二一一六九，好，完整。好，来车。中波新加坡的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发第一条，空一二四八五，哦，完整。第二条，空一二四八六，哦，完整。我来来请新凤会的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发第一条，空一空六三六，哦，完整。哦，这后边有完有够有签名吼，哦，拢完整啦吼。我来看第二条，空一空六三五，哦，完整吼。哦，这后边有完有够有签名吼，哦，拢完整啦吼。我来请祥宏新加坡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发第一条，九四七一九九，哦，完整吼。我来看第二条，九四七一九八，好，完整。我来请嘉兴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风调号码。我来看第一条，九五六七一六，好，完整。我来看第二条，九五六七一五，好，完整。
好，咱也请新国盛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咧，甲咱个封条号码，看第一条，016129，哦，完整。我来看第二条，016130，哦，完整。好，咱也请268号甲友，哦，请你详细看咧，甲咱个封条号码，我来看第一条。018435，哦，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条，018434，哦，完整。哦，咱来请三英爱甲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封条号码。哦，来看第一条，016627。好，完整。我来看第二条号码，016626，好，完整。好，咱来请大台中救生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封条号码。我来看第一条，017023，好，完整。啊，这后壁。哦，有完有甲友签名吼，啊，且甲友看有详细啊吼，哦，拢完整啊吼。我来看第二条，017021，好完整，哦，且后壁哦有完有甲友签名吼，啊，且甲友看有详细哦，拢完整啊吼。好，咱来请大炮甲友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恁个甲咱个封条号码。哦，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看第一条，018104，哦，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条号码，018105，哦，完整。哦，请甲友看下详细哦，哦，拢完整啊哈。哦，咱来请。千岁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恁个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详细，哦，咱来看第一条，016863，哦，完整哦，哦，这后壁哦有完有甲友签名哦，哦，请甲友看详细哦，哦，这拢完整了哦，哦，咱来看第二条号码，016862。哦，完整，哦，这后壁有完有甲友签名哦，哦，拢完整了哈。哦，咱来请新岛南海上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恁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011695，哦，完整哦，这后壁哦有完有甲友签名哈，啊，请甲友看下详细哈，哦，这拢完整了哈。好，咱来请关内海上会甲友，哦，请恁来详细看恁来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啊，第一条，013241，哦，完整哦。哦，咱来看第二条个号码，013242，哦，完整哦。哦，咱来请特助海上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下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哦。019010，哦，完整哦。哦，咱来请中华大中会甲友，哦，请你来详细看下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015027，哦，完整。哦，这后壁哦有完，哦有甲友签名哈，啊，请甲友看下详细哈。哦，这拢完整的啦哈。哦，咱来请金溪湖，金溪湖甲会甲友，哦，请你详细看下甲咱个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甲友，哦，咱来看下详细哈。看第一条，017996，好，完整哦。啊，这后壁
哦，有完啊，有教育签名的啊，而且教育看好详细哦，哦，这拢完整啦哈。哦，咱来看第二条的号码，0180000，哦，完整哦，这后边哦有完哦，教育签名啊，哦，这拢完整的啊。哦，咱来看第二卡浪。第二卡人的第一条封条号码，0170999，哦，完整哦。啊，这后壁啊，有员拢有加油签名啊，啊，且加油看有详细啊，哈，啊，这拢完整的啊。哦，咱来看最后一条号码，0170995，哦，完整。这后边啊，有完后教育签名哈，啊，这拢完整的啦哈，这教育拢看好详细哈，啊，这拢完整啊哈。好，咱来请大新兴的教育，哦，请你来详细看你来教咱的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教育，哦，咱来看好详细。看第一条，0140732，哦，完整，哦，这后边啊，有完有教育签名哈。这教育看好详细哈，哦，这拢完整的啊。哦，咱来看第二条的号码，0140733，哦，完整。这后边啊，有完后教育签名哈，哦，这拢完整的啊。哦，咱来请北中河美联合会教育。哦，请你详细看你来甲咱的封条号码。啊，请每一个教友，哦，咱来看好详细哦。来看第一条，0160330，哦，完整哦。完整啊。啊，请教友看好详细哦。咱来看第二条的号码，0160329，哦，完整。完整。好，咱来请，那我咱来第二卡人，哦，第二卡人，迄第一条封条号码，哦，请问一个教友，哦，咱来看好详细哈，0160328，好完整，好，请教友看好详细哈，好，咱来0160327，好，哦，完整。完整啊！好，哦，这教育看好详细啊！好，哦，这拢完整了哈，哦。来，顶管做数据，吼，哦，18位，现在是26度54分。咱正确位置是26度，吼，哦，54分，吼，哦，咱纬度吼，哦，已经来到正确风角点。下面吼，哦，这座是东京，现在是123度08分。哦，咱正确位置是123度08分，哦，咱精度哦也来到咱正确风格点，现在时间是7点19分。好，哦，来，咱即卖就对船的倒手边吼，哦，来进入现场哦。好，哦，来，画面上哦，所看到是咱。船吼倒手边的情形咯，哦，咱航教人员哦来完成航教前的准备事项，哦，咱7点30分一刻吼来准时航教，哦，这是咱倒手边的情形。好，哦，来，咱即摆来看一个天气吼，哦，甲拄啊咱太阳公公吼，哦，叫乌云炸咧吼，不过即摆吼已经露脸啦吼，小树白灯的光芒，哦，咱的天边哦也一个青开吼，哦，所以天气吼，哦，会愈来愈好。来，咱即马过咱船的正手边，好啦，好，这是咱船正手边的情形。哦，咱航管人员哦，赶快拢来完成咱航管前的准备事项。哦，咱7点30分即架哈，哦，准时放假哦。好，来，咱即马先咱困过。
所有的放歌人员啊，也已经啊完成放歌前的准备啊。那么呢，我们现在我们船行驶的方向哈，是往我们的基隆港方向来行驶哈。那么呢，今天的气候呢是晴多云哈，晴多云啊。那好消息是哈，我们太阳公公哈也已经哈探出头来哈。那么待会哦要来哦为我们的比赛歌哦指引方位哈，那是绝对没问题哈，那是绝对没问题。而且呢，今天的风向呢是东北风哈，啊东北风哦，风力有六级哈。那所以待会我们比赛歌的归返哈是顺风哈，而且呢风力有六级哈。那如果没意外哈，待会呢我们7:30放歌的时候哈，啊我们的比赛歌哈就会受到风势的影响哈，那一出笼哈就是会往我们的船头来做飞行哈。那是不是哈就跟我们预测的一样哈，那就待会哦放歌后我们再来观察哈。那么今天哈飞行的空中距离呢哈，距离我们基隆港哈是240公里哈，那也比上一关哈、哦、增加了30公里哈、哦。那么这么长的距离呢，那他比赛哈、哦、归返途中的气候哈、哦、是怎样哈、哦？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说很详细的哈、哦，跟歌友来报告。那因为现在哈、哦、资讯爆炸的时代哈、哦，那我们歌友可以透过手机哦或者是电脑哈。哦哦，去点选中央气象局哈、哦，哦相关哦的资讯哦，可以来了解说哈、哦，我们比赛歌今天哦归返哦途中哦所会遇到的哈、哦、气候状况是如何哈、哦、啊，就是可以从那边来做一个了解。那么呢，我们比赛哈、哦，我们比赛歌今天哦在放歌点这边的气候哦综合起来哈、哦，哦。会比上一关哈、哦、第二关来得好哈、哦，来得好。那如果没意外的话哈、哦，那歌友哈、哦，那看完哦现场转播后哈、哦，吃个早餐，哦，再抓个时间哈、哦，就可以到我们的歌社上哈、哦，等待我们比赛歌的归返。哦，空中哈、哦，东西南北方向哈、哦，啊，空中任何一个小黑点哈、哦，都有可能是我们比赛歌哈。哦归返的迹象哈、哦，那么哈、哦、归返后哈、哦、到会场哦，途中的交通哦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哦。那么今天海面上的风浪呢是中浪哦，哦那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哈、哦，啊有一些哈、哦、白白的浪花哈、哦，那就是中浪哈、哦、跟大浪的哈、哦、之间的哈、哦、风浪哈、哦。那么呢，哈、哦，我们现在空中的云，哈、哦，在刚才呢7:00的时候还比较厚一点点，哈、哦，那现在哈、哦、越接近哦放歌的时间，哈、哦，那空中的云，哈、哦，啊、哦，因为受到风势的影响，哈、哦，越吹越散，哈、哦，那待会哈、哦、我们比赛歌，哈、哦，在飞行的途中，哈、哦，能见度有12公里，哈、哦，哦是一个好消息，哈、哦。哦，飞得越高、哦、就可以看得越远、哦、那今天的风力呢？有六级、哦、有六级、哦、所以说是还有五分钟、哦、可以说是、哦、非常的强、哦、非常的强、哦、所以呢，哦，顺风飞、哦、是一个好消息、哦、对他们的体力来讲是。负担比较轻松一点哈、哦，不过呢哈、哦，我们北部的歌会所属歌会的比赛歌呢哈、哦，要记得哈、哦，哦飞抵达陆地之后哈、哦，要记得哈、哦、踩刹车哈、哦，不要越飞越快哈、哦，越往南飞哈、哦，啊那发现飞过头了哈、哦，再往回飞哈、哦，那时间就会给浪费掉。还有四分钟哦，来距离我们放歌哈、哦、还有4分钟哈、哦。那一样，我们的比赛歌呢，面对今天的挑战哈、哦。
哦，不只要体力充足哈，那训练上哦也要够扎实哦，而且呢，我们留下来参加第三关的精英哈，啊也累积了哈前几次的飞行经验，那要完成今天的任务哈，应该是相当的有把握才对哈。那所以呢，我们比赛哥的归返哈，啊应该也会在预定的时间内来抵达哈。那么小弟在这里哈。啊，预祝今天所有的比赛哥哈、哦、能够顺利的归返啊，那么也为我们哥友来创造哈、哦、好成绩哈、哦。那我们船哈、哦、也在刚才呢，哦，大概18分的左右，还有三分钟，也，那么我们船哈、哦、刚才在18分的时候哈、哦、也抵达我们的正确的放歌点哦，那谢谢我们的船长。那我们把时间然后交给我们的洪哥。好，咱本局的赛程哦，也已经进入到今仔日的第三关。过来吼，每一关的成绩，吼，拢关系到咱本局的成败。吼，首先哦，拢需要吼，伫时间内吼，平安来规范，吼，才有法度来。想到好成绩，哦，得到咱本季最后胜利，啊，咱赛程哦，一关一关在进行，离胜利的终点哦也愈来愈近。相信各位参赛者哦也随着咱比赛脚步哦，唔敢来放松哦，因为咱突破第三关哦，成绩的好甲歹哦，就不出台面哦，大家即摆哦一定是火力全开哦，要来予比赛感。会当来上出好成绩，吼、哦，上到好顶数，予咱今仔风格地吼、哦、是透东北风，风力吼、哦、风力真大吼、哦，有6级，予咱比赛甲吼要规范是顺风飞，予咱顶关吼，同款即个方式，予咱的比赛甲规范力非常的好吼、哦，希望咱本关的参赛甲会当来乘胜追击，吼、哦、继续吼、哦、来创造佳绩。空中距离吼到火车站吼、哦、大约是240公里，吼、哦、咱比第二关吼、哦、差不多30公里左右。还有一分钟，还有。吼、哦，咱离风格时间吼、哦、佫一分钟，吼、哦、咱风格人员啊已经拢上位，吼、哦、咱7:30一到吼、哦、准时风格。哦，虽然咱本关的参赛甲，吼、哦，拢经过两关正关的决斗，哦，但是包括本关吼、哦，还佫有三关的赛程，成绩的变化吼、哦，还佫真大，拢是要等到终点吼、哦、才知影结果，所以哦，过来比赛吼、哦、会愈来哦愈精彩，哦，咱离放假时间愈来愈接近了，佫有30秒。哦，咱顶关、底关的各环境吼非常的好吼，伊把咱本关的融合咱。好，会当乘胜追击，哦，保持辉煌的战果。10秒，5、4、3、2、1，颁奖。东北风呢？哈、哦，有6级哈、哦。那一出，所有的比赛歌一出歌了哈、哦，全部集中在我们正传统哈、哦、12点钟的方向，而且呢越飞越远哈、哦，越飞越远哈、哦。那除了少部分哦比较慢出来的比赛歌哈、哦，哦在周围稍微做盘旋，那
也一样哈、哦，一出歌龙哈、哦，就受到我们太阳公公的导引哈、哦，就直接的哈、哦，往船头来做飞行。那么呢，哦，刚才呢，那一批哈、哦，大概是99%的哈、哦、比赛鸽，那目前也已经哈、哦，看不到他们的影踪影了哈、哦。那除了哈、哦、比较慢出来三三两两的哈、哦、比赛鸽哈、哦，哦，在附近呼朋引伴之外，哦，那第一集团呢，哦，非常大的一群哈、哦，已经哦消失在我们的眼前了哈、哦，啊，没有意外哈、哦，是往我们的台湾的方向来做前进哈。哦因为我们在海上呢，哈，可以参考的目标很少。那不过哦，还不错哈，我们太阳公公哈，今天哦能够哈及时的探头出来哈，那为我们的比赛鸽哈导引方向哈。那么今天呢比赛中呢，哈、哦，我们的比赛鸽呢，哈、哦，要能够在这么长的距离，哈、哦，能够哈、哦、克服所有的突发状况，哦，这也是我们的比赛鸽，哈、哦，是不是能够再一次哈、哦、将战力值提升，哈、哦，将经验等级提升，哈、哦，哦，成为我们超级战将的哈、哦、第三阶段的考验，哈、哦。那么请哈、哦，希望他们今天用哈。哦爱拼才赢吼，无拼袂出名的啊！奋战精神吼，来迎接今天的挑战吼。那我们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啊，那除了哈，这不到100只哈，不到100只的比赛鸽呢，因为可能在鸽笼内比较慢出来哈，所以呢，还在我们这边哈呼朋引伴哈。在我们船边来做飞行哦，做调整。那么哈、哦，希望他们赶快哈、哦、把方位哦给定好哈、哦，然后勇往直前哦。哦，虽然说呢哈、哦，今天的风向是东北风，而且呢风力哦有6级啊，不过他们哦还是在我们船边这边哦。像小蜜蜂一样哈、哦，嗡嗡嗡哈、哦，飞到西又飞到东哈、哦，哦，哦，前进的方位哈、哦、还没有能够很准确的哈、哦、把它定好。今天哦，今天的风向哦，由于是东北风哦，风力有6级哈、哦，那跟我们上一关哦，第二关哦来看哈、哦，哦，比赛条件哈、哦、有比较好一点哈、哦，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摄影师也很尽力的哈、哦，找寻我们比赛鸽的影踪影哈、哦，啊，把最及时的哈、哦、画面哈。哦拍摄下来给我们歌友来知道哈、哦，啊，我们放歌点这边哈、哦，所剩下的比赛鸽哈、哦、飞行的状况，哦，刚才那一批哦也已经往我们船头来做飞行了哈、哦。那把我们把时间哦交给我们的峰哥。哦，咱感谢咱峰哥哈，哦，咱的比赛甲看下来哈、哦，大家表现了真好哈、哦，啊，已经拢陪恁来峰哥底，哦，咱即摆先来看咱晴朗的经营。好、哦，咱比赛间吼，经过这几关的比赛，好、哦，咱出人的动作吼，拢、哦、较经验，吼、哦，拢真紧，吼、哦，倒来陪伫咱的防狗人，所以咱防狗人员吼、哦、也已经将咱吼，有已经来穿好、来关好啊，吼、哦，这是咱正手兵的情形。好、哦、来，咱即摆换过咱船吼倒手兵，好、哦、来看下穿人的情形。好啦，好，这是咱倒手兵吼，晴朗的情形哦，吼，同款啊，咱防狗人员，吼，拢真认真哦，
绝对吼袂使有任何交集吼，伫咱放假那内底，吼咱经过吼，吼咱录影录好吼，就当将咱的夹乱吼来甲关卡来，吼咱搁剩最后吼一几卡尔，吼咱放假这天气吼，咱太阳公公啊露脸吼。所以咱的比赛角吼也真紧就飞入咱的风角地，吼、哦、目前到看下来吼，剩三三两两吼，啊个在咱准备，吼、哦、伫盘旋以外，大部分的比赛角哦拢已经飞入咱的风角地。各位嘉宾，吼，今仔风较低，天气吼非常的好吼，太阳公公啊露脸，吼，咱比赛甲吼拢有海上飞行的经验，所以一个风甲吼，正紧就往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吼，咱比赛甲吼表现了真好吼，啊，已经拢飞离咱的风甲地，吼，咱风甲人员啊已经将咱来请好来关好吼，咱今仔转播吼，就到这来过一段路，剩的时间吼，咱就来报上吼，咱昨中午。伫嘉南港吼，吊人上船顶的情形，各国嘅嘉宾吼来欣赏吼来了解，吼咱祝大家成功胜利，吼咱后关再见。
人变成夫妻，一切都成了难解的习题。养儿育女。